次参加到低调的尾牙，上次没有参加到，其实真的蛮可惜的。可是刚好有上班，没办法。那突然间非常遗憾到上次没有参加，没想到大家这个家庭是这么的开心，很高兴。这次我们家当红，他真的是有赶过来，只是因为又临时有事，所以又走掉。不过我还蛮开心的，我一直很希望他能够跟大家这个团体能够融入。希望明年能够再继续来抽奖，然后来参加这个尾牙。当然，重点是我觉得明年大奖应该就是我的了。大家好，我是慧妞。大家好，我是金马影帝陈松勇。低调的老慧仪。感谢这次的活动又办得很成功，然后一起同乐，然后希望大家新年快乐。靠腰错字。这次低调的尾牙有太多的要感谢的，所以应该说感谢大家的参与。希望大家未来的一年继续玩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好，谢谢大家。30号，觉得是这边感觉像是就像家人一样吧。我真的很喜欢低调这个社团，应该明年就会跟你们一起下去东北角或是去哪里潜水之类的，应该就会一起上，因为真的很棒啊，太棒了。无法用言语用言语去来形容。低调的尾牙真的是非常好玩，然后呢，这次提供的大奖也非常的丰富，但是很可惜小弟我都没中。也非常感谢面大，然后让我们这一次经过大家的那个合作跟努力，让我们的尾牙能够圆满成功的。欧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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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谢谢，你请坐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继续讲，这个，2073，咪牌，咪牌，平台，咪牌，哦，这录音的。好，挂，刷塞，电话号码出来了，我去打号打电话，要不要打电话？打电话，不是，这个时候大家都把讯号关掉。直接念，你记得你自己的号码就好。你记得你自己的号码就好。好，09。36。昨天抽到了8星8天，我不要再多讲了，拜拜。交接，我太开心了，快点交接，我要拍，这每年的卤煮呢，太多倒了，我每年卤煮不一样，每年超赞，交接保重。很荣幸再参加低调的第二届的尾牙，
那今年有一个重点呢，我其实在2014年每天每日每夜都挂在心上的一件事情，在昨天晚上终于正式的交接出去了，赠与有缘人那八星八剑。我觉得今年收到这个礼物的人会非常的旺，而且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证实他非常的旺，因为呢他居然可以一个名字连抽到两个大奖。那第二个大奖我就不先说是什么了，我们之后看 VCR。 那希望呢以后年年呢都有荣幸可以参加低调的尾牙。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可以跟一群这么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然后甚至于每天可能看 LINE 上面的喇赛都觉得很愉悦，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缘分，那我很珍惜，那也很感谢有这样一个大家庭可以在我的人生当中给我一些丰富的 input， 那很开心可以来参加低调的尾牙，谢谢大家。有小朋友在，阿基达，你有听我鼻念的吗？阿基达，阿基达，欧阳，我爱你哦。这次低调尾牙真的很棒，大家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又有很棒的奖品，虽然没有抽到很大的大奖，不过呢，我觉得其实比公司的尾牙来得好玩多了。然后又跟各位那么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活动。我相信大家其实都玩得很开心，即使没有抽到奖品啊，我相信那种欢乐的气氛，我想一定会很永难忘怀的。哎呀，哎呀，你喝醉了，对啊，我哎呀，劈腿还弄了。好，来说说话吧。头发要拖一下，脸上不会很乱。我真的没什么好讲的啦。可以放过我吗？你不放过你自己吧。很高兴来到低调的尾牙。我们这次的尾牙真是超棒的，那个流水席哦，吃到你哦，不知道吃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吃光光。然后呢，我这一次很遗憾，就是我竟然跟那个行李箱不对，装备箱擦肩而过，这真是我今生最大遗憾。但是我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这边一起玩，一起欢乐。谢谢大家。酒吧耶，就是我，是吧？你们夫妻就一起啦，酒吧，老公写的老婆驾到。谢谢低调的朋友们，在这边吃好住好，很好玩哦。希望每年都可以参加耶！新年快乐！